大家好，我是查屁师，我们今天要来玩我们的索尼亚是大陆政策哦，第十七集了吧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我们就打败了凋零地牢，应该说是我们打败了凋零，然后把凋零地牢给挖空了。那现在就给各位看看我的这几天，不是这几天，昨天刚玩，就昨天下线以后呢，我又偷做一点东西。然后反正我就偷做很多东西，对啊，然后我还把南瓜回来了，耶、yeah ！那这样子，我现在也开始在种南瓜了，南瓜，然后小麦也收了啊。不过我们现在不需要小麦，我们现在有炒熟肉可以吃了。那我们现在南瓜呢，就种在我家这边。那这是马铃薯，这是我种的马铃薯。哎，南瓜哦，南瓜在那里啊，不过瓜秧都还没长出来，算了。然后把我们的那个宝物都列好了，那耶、yeah ！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拿一点绿宝石去换东西。然后各位，我还用我挖到的钻石呢，做了一套钻石权杖，哦，太完美了。然后呢，我还用了其他钻石，还有黑曜石做了，哪里啊？哦，这里，我还做了一个附魔台在这里，不过目前只有两个橱柜，而且是从之前来到船上劫来的，所以应该也没有橱柜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，我们的书柜，只有放两个书柜好像不太够哦，没办法。然后今天要是南瓜，我觉得南瓜还是不会，应该没有那么快长出来啊。我现在赶快做雪人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要去我们的沙漠地带，我们要去找空岛。今天这集要把空岛结束掉。我们带两组石头就够了。我们火把怎么只剩一根？太差劲了，真的太可恶了！我们火把怎么可以只剩一根呢？你在干什么啊？我是不知道，我不是担心那个没有煤炭，一整组超多组，我是担心。各位，然后我上次下线之后，我还特别跑去。挖了一堆，哦，好多、哦。不过说呢，有些人应该会觉得白痴吧。啊，工带走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换工。又是没有木头啊，真是的。你说可是要插一下整座大陆，居然还没有木头，有僵尸真好重。那我们上次凋零地牢，我们就不理他了。而且听说那个空岛上面是不是有一只马？有没有？我听说好像有，希望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就可以去牵马回家了。我非常遗憾的是，我把我钻石弄丢了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我这次把所有钻石弄丢了。啊，僵尸要来乱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出发吧。空岛就是往空岛就直接往那个方向。我什么都有带吧？绿宝石带了，石头带了，什么都带了。啊，走。哇，怎么那么多怪啊？十八，太多怪了、好了，那这样子，我发现我们的这个上次打完凋零之后，这把就快要不行，就有点神血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赶快找到索尼亚是之剑之一啊，那是四大神器。然后等我们越过这个山到沙漠的地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做空岛，为什么空间手还一直跟着我吧，好恶心。我可不需要你这种虚伪的爱意，白痴啊！我挖了木头，结果还没有回去做那个煤炭，不是没有回去做火把，算了。空岛上应该 OK 啊，空岛上还没有算了啊。啊，对，就是那里空岛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就赶快过去。我要现在逃避这些怪物，可不想理他们。不要浪费我的刺骨之风在这里。我就赶快过去，痛！是死我的猫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我的空岛看起来很高哦。这么高，那我们就赶快爬上去。对了，然后我发现我们要点亮，其实还没有点亮整座沙漠，让沙漠变光明。这边整座都在暗的嘛。什么东西呢？那这一面呢？这边就是空岛所在地了。就用上去，噗。看僵尸在那边望春风，真是太爽了。不是啊，看僵尸在那边抓不到我们的感觉实在太爽了。这么高，杀下去应该是 GG 了。OK， 我开下爬下来应该也很麻烦吧？你们都变成好像蚂蚁一样
我的空岛也太高了吧？搞不好两组石头，哎，两组石头一定够的啦。只是我害怕我摔下去的时候被摔死啊，应该不会吧？我还没到啊，一组石头铺完呢。一组石头有多高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接近，接近。再铺。还好，就记得带两组过来，不然还我原本以为是带一组就够了。你可以看，观看整个年纪跟我廖王凯一样。啊，那史莱姆上次不把他姐干掉吗？到了。哦，上面看起来有史莱姆。呀，怎么这样？大概会怎样？完全无视于我的存在，上面怎么那么多史莱姆啊？太恶心了。哦，怎么是水？哎，耶，史莱姆哎。哇，练史莱姆也太瞎了！我被卡住了，为什么我被卡住了？啊，你说话，你练史莱姆啊，你痛啊！哇，太幼稚了吧！你看，我要先把你们的生态砖挖掉，不然你们一跑身我就不用了。对，不行啊！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。对，先把你这个大师干掉。哦，可以掉一颗练球也不错哦。啊！哇，好多只小只太麻烦了啊！哇，中等的干掉啊！这个东西，还有没食物？哎，还有中路吗？等一下啊，先让我吃个食物好不好？哎，对嘛，这边根本没有驴子，根本没有。哎，我这边有鬼怕啊！哎，等一下我把它拿去，。还好现在钢铁跟梦开始哦。怎么这么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了？哎，对嘛，我就知道有只驴子。欸，小毛驴，好多只哦，好多东西哦，拿回来，哦，小毛驴，我今天一定要把小毛驴带回家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了，你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了，欸，这是什么？巧克力裤，笑死我了，这些是巧克力，我给你的，欸，等一下，我今天好像，你就一般砖块吧，欸，对了，那个有个成就说的要挖粘土，为什么屋子还要我去自己去生？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挖回家了。那我要拿我的索尼亚斯资产来了，我要来挖粘土。粘土块，跟我说好不一样，我是要挖粘土，不是挖粘土块啊。索尼亚斯资产啊，没什么。那是谁在用？我没气了。我想到好像是谁在打我。小毛驴应该不会跳下去，小毛驴应该不会跳下去的。等一下，那我骑着小毛驴要怎么下去啊？我骑着小毛驴要怎么下去啊？完蛋了，太GG了。不行啊，我家现在没有马儿，一定要有小毛驴才行啊。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先不管它了，我们先分解这个好了。哇，这才说好粘土啊。只要收集一组就好了。当然 OK 啊，一组很简单的，应该差不多这样就快收集到了。算了，我们直接。上去，然后直接用索尼亚资产一刀砍下去，利落啊！白痴，我们用索尼亚斯刀砍还是说资产砍没有用啊？那就只能拿出我们最普通的铁铲来砍，对吧？这样才像话。我还差一组，我还要再挖一个。这样我们就一组的那个。东西了，不过重点是我要怎么把小毛驴牵下来啊？想个办法。我当初从这里下来的吧，我先想办法把这边堵住，好不好？没让我和小毛驴直接跳下去。我先把我出来的地方堵住，刚刚没有水，不然大家不知道怎么下去。我是从这里来的吧？我是从哪里来的啊？啊，这里，啊，看就知道一定是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中间这边挖开。现在没办法捡魔法了，连魔法都不能捡了，太悲哀了。那战斗可能要挖两道才能下去了。不行，太麻烦了。
漂亮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得再想办法设法铺一道那个，我得再想办法再铺一道那个，再铺一道那个路上来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带小毛驴下去。哦，太高了吧，太高了吧，太高了。哦，太猛太猛了。那我们就赶快再回家拿一组石头吧，或者再直接在下面挖好了。啊！我的东西全喷了。哎，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跟我讲啊！哎，怎么我会回在这里啊？搞什么鬼啊？啊，算了，反正这边可以直接回家，直接可以直接过去那边拿。哦，还合理啊。想不到怎么会重生在这种鬼鸟地方啊？是哪里啊？哦，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海盗船。糟糕，我刚才挖太猛了，太忽视于那个索尼安制稿的威力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赶快把那些东西换完。那些东西可不是说再弄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些四大神器我不能弄丢啊！那四大神器弄丢，我要怎么对得起我的索尼安支持？我要怎么对得起各位观众？哦，看到这里，啊，我们快点去捡东西啊！不捡东西的话还得了？难不成我那些东西就这样付诸流水吗？啊，死了！我还想着这集终于可以平静一点，因为我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所以最后还是死在这个根本不应该死的地方。哦，掉了！哎呦，我又闪了一地了。我们这边也有。公园。哇，我东西全部还我，东西全部还我。我记得有一整个我的背包吧，所以所有东西都还我。一整个我的背包很多哎、欸，我的一整个背包很多哎、欸。啊，不行。再说，至少最重要的东西有捡回来就好了。哎，索尼娅就是他们捡回来了。哎，剑也捡回来了，我裤子，巧克力裤子，这边捡回来了，捡回来了。这边还有一把铁剑。对啊，我的幽灵之剑，最原始的那个不是最原始的始终剑，我第二代的那个攻击武器。嗯，其实应该都捡回来了吧？哎，我稿子不见了，稿子不见了。哦，继续吧，继续吧。啊，糟糕，我稿子喷了，我稿子嘞，救火啊！狗，哎，会不会还在这上面？哇，那叫王明哥几年了？哇塞，为什么现在稿子掉在那上面啊？那叫衰嘞，太衰了吧？那怎么刚好就掉在那上面了、啊？哇，抓花多久？啊，糟糕，我们要那个了，进去了，因为我的铁镐应该也快爆了。这确定一周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？看起来是没有。哦，糟糕。嗯，为什么？哇，还这么多！哇塞！哎，其实还有一个喷在这里，再找我看，搞不好还是，搞不好有掉下来。找我看，不行啊，现在没时间找，再找下去我们就没时间了。再找下去就要这个就要自动喷掉了。赶快，再做两把木镐。手机怎么账号那么多啊？多一点石稿。不要闹啦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耶！我们铺上去。啊，算了，我直接铺了啦，不管了啦，刚好可以顺便铺那个，铺啊。石头不够，玻璃，还有索尼安之镐来了，不要不见啊！我来了，我来找你了。受不了了，只不过是来挖个东西的啊。
哎，有啊，有东西在上面。哎，有捡到吗？有捡到吗？哦耶！太神了。哎，面包给我。骨头损害啊。OK， 那索尼亚日稿现在已经回来了。不如我们干脆就用泥土垫上去好了。其他，刚才又有什么东西给我？哇，开，好狗不挡路 ，OK。哎、欸，我们就在上面挖泥土，然后就这样往下挖。哎、欸，啊不对啊，我还是得先下去啊。还在挡什么？哎、欸，先看这个东西。哎、欸，注意速度，注意速度。刚才就是因为没有注意速度，所以才爆了。应该 OK 了吧 ？OK， 然后呢，接着我就来挖沙子。这边东西，这边沙子借我挖一挖吧。哎、欸，飘僵尸声了，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啊！哎、欸欸，我的索尼娅，我的剑，我开走开。嗯，那现在被你们伏击，他还得了啊？这是不是砍到火把了？呀，走开呀、啊！受不了！我们大概要挖两组才够。哦，你走开！真是的。不要直接来妨碍我工作好不好，你们可不可以有点程式啊？哎、欸，你们就是程式不足，败事有余啊。OK， 拿到那么上面，不行不行，你们这沙子根本不够，我们要牵马儿下来，很辛苦的呢。哦、啊，有啊，两组人就走开。好，走，哎呀！呀，僵尸要来啦！快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哎、欸，对，我烤猪肉捡回来哦，哦，那很好，那很好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没有在这边生物贼啦，哦，不，智障，我在生物贼干嘛、啊？哇！白生一只乌贼，抱歉乌贼。哦，不过我还是蛮担心大家怎么上来的。我自以为周全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效？我就只是想把马儿牵下去啊。你这地方铺楼梯就真的太多了、啊，这地方铺楼梯就这次都不用玩了。还剩那么多，哦，这跟我们原本上来入口根本不一样，不过都可以啊，没差别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谁走开，谁走开。嗯，第二层的，这是第二层的还是？哦，
不行啊，毒血，不行，要毒血，要毒血，你看毒血啊，白痴，哇塞，为什么要牵个马那么困难？说啊说啊，牵马怎么那么困难啊？那我要花时间爬上去哦，要花时间爬上去了。怎么办？我也不太想再爬了。我们今天的进度都根本不用打了嘛，哇哇哇哇就饱了，受不了啊！好啦，算了，再试一次啊！我们这次直接那个从旁边开弓啊。一格应该够吧？如果是以我和那个小毛驴的一格比例够不够？不确定，糟糕。以我自己一个人 ，OK 啊。我是以小毛驴来考，就不确定。我觉得我是不是该先去看看大家别人是怎么带小毛驴回家的？我不要捡那些没有用的东西。还好东西没有全喷掉哦。他怎么回来了？钻石衣裤，走开木囊。这个吗？还是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。至少这是索尼亚这只狗在掉下来了，那就挖上去吧。都有胡萝卜了，好像索尼亚这只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了。太恐怖了吧？你觉得光线很平安？你觉得光线很平安？我想太多了吧，高血压病很难。哇塞，还那么远。Oh my god， 这太GG了。不科学啊！啊，白痴！哦不，居然被沙子害死了！太可恶了！我怎么想捡个东西那么难啊？我想带匹马下来啊！是哦，我受不了了。不行啊，现在没有马就真的很难行走嘛，真是的。不过可能要练一下怎么一边骑马一边铲沙子。可恶，这样子大概全部都要重新来过了。早知道当时，哇，因为当时就这样被沙子压着，早知道当时我就在那边插根火把就不会死了。唉，望尘莫及啊。烦啊！我想带只超级大批的大马带下来是有那么困难是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我已经摔下来第三次了哎，当我是不用生存哦。我想到一个办法哦，但是就先做个箱子，把我家当都留着，免得大概死了之后，不要再跑过来捡骨啊。跟下去啊。可以丢掉了啦，木囊有什么屁用呢？你说啊，木囊有什么用啊？第三道，真的受不了。
不得一直要出第三档。挖沙子，把沙子一直掉下来，然后就刚好一直挖。哦，有沙子掉下来了吧？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两边都沙子应该比较好行走。这么高哦。啊，那不行，那势必会用到石头了。对啊，势必会用到石头了。哦，这么治疗，这么想千钧一发之下来那么辛苦，跟我讲啊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挖上来了吗？干你吗？是不是还有东西在下面？我觉得我还有东西在下面。这里没有啊，这东西捡回来了、啊。等一下我再做行。不行，我到底要把那个危险地方全部补起来，不然太危险了。如果不想再摔下去一次啊，就是这里，这边就是最危险地带了。我全部都要堵起来。这边做好防护，你到底摔下去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哎呦，吓到我了，就不记号。驴子，驴子，我们回家吧。啊，小毛驴，我们要，等下我去吃。哎，这样其实也可以挖了，不过要有点麻烦就是了。哎，好，现在真的有点麻烦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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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。把这水堵起来好了。小毛驴回来，给我下去，下去，哦。不要啊！你怎么在偏偏在这时那么傲娇啊？对，下来，下来。啊，反正现在为了小毛驴，必须非常紧张，紧张。不行，毛驴需要，小毛驴需要三个哦。糟糕了啊！算了算了，我们这集最后再牵小毛驴好了。现在懒得签了，不过重点是我要怎么把小毛驴带回去。不行啊，我们要带小毛驴回去它原本地方。太急了。啊，算了，先帮小毛驴开条路回，让它回家好了。我就这集结束。尾端的时候再来牵小毛驴，因为小毛驴怕水了。啊，真委屈小毛驴了，我深感歉意。好了，小毛驴现在在那边等吧，我再
算了，我们今天就来把小毛驴牵回家好了。我下去帮你铺条梯子 ，OK 吧？啊，不然我帮他铺条梯子也好，这样我也可以走。哎，看不死你走。哦，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哎呦，走开！好了，小毛驴在这边等好，等好，我很快就上来下来了。哦，惨了，我又挖错了，我又挖错了，啪！哇！要再试吗？不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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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我们这集光赢小毛驴就辛苦的要死哦。不行，我觉得是不是要回家？是不是要再盖一座那个楼梯给他了？不然真的太危险，这样直接贸然直接走下来实在太危险。不过重点是这个距离要怎么抓啊？我怎么知道楼梯要盖多长啊？怎么这么随性？好，接着我们铺楼梯工程预计有15分钟内完成，应该 OK 吧？嗯，就这样子，今天的进度根本就没有完成了。算了，今天就反这集命名为去带小毛驴回家。嗯，好，有点敷衍吧。算了，反正我们索尼亚是还是很长的，再玩几集就可以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帮傲娇的小毛驴铺个梯子，不然它实在太可怜了，得一直摔来摔去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帮它铺梯子。我这些东西我们要先回收一点，你的道具不够。这些石头我们都要回收，至少一半。啊，不想，我也不太想干你。一想到还要坐那么远呢，就真的有点不太想干了。不行，这是为了我们的小毛驴，为了我们的小毛驴啊！哎，我好像想到一个好办法了。哎，我们有没有带水桶？哎，有哎，我们有带水桶，我们直接放水流下来不就好了？对嘛，我干嘛那么白痴，还要帮他铺路啊？哎，怎么又伸出嘴来啦？走开啦！对吼，哎，糟糕啊，糟糕，又来了，真太可恶了，不行。对吼，我们直接放盆水下来不就好了？嗯，哦，那么多时间。放盆水游下来最快了，不过也要放对地方哦。不是，我们刚才直接在下面铺一盆水，然后跳下去就不会死了吗？对吼，当时我们没想到这一点啊，大白痴！还好我花那么多时间在这里。啊，把东西捡回来之后，我们就想办法上去，之后再倒水下去。我最好倒多一桶一点，做好防护措施，不想再摔死了。而且要是我真的带马骑着马下水的话，不止我死就算了，马也会死啊，驴子我的小毛驴也会死啊，所以这是攸关两个人性命啊。千辛万苦得到的小毛驴总算要来了。不是，要是我早点想到可以直接一放水下来，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看我这集为了。小毛驴的是一只东奔西走的，索尼亚这只搞嘞，哎呦，在这里啊，我还想到它又不见了，啊这里应该就没什么误差吧，啊，再下来抓起先铲一铲。沙子，快来哦，快来哦！你看我快要下来的感觉。
好了好了，我们赶快上去吧。各位观众，我要上去了，我要上去了，哈哈啊！这歌手在耍什么白痴啊？没差啦，哎，我们一组的那个还在，耶、yeah。OK OK， 往上爬，往上爬，往上爬，努力往上爬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怎么突然感觉好像放水又有点太危险了？哎，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到底该放水还是什么事都不要做啊？就还是该放水啊，不然帮他铺个梯子，大概两集就铺不完了。对啊，这帮铺的梯子要铺多久啊？我铺完铺那个瞭望台就花了我快一小时了。啊，不说大家都不知道，那个瞭望台花了我快一小时了。哦，从这边开始是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以防万一，我要在另外一边挖，我要在另外一边挖，免得到时候一堆沙子掉下来，我要GG。应该是不会了吧？应该已经没有杂质了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放心了，放心了。那现在就铺石头。太危险了吧？我不想再摔死了。虽然我刚才说什么把东西先留在下面，不过我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太好。这样子大家爬上就更累了。嗯，真是麻烦啊。不是啊，怎么那么麻烦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才应该没有把水都堵完吧？应该没有啊，我水还要留吧？我至少要装个两桶才够，至少要装两桶才够，因为太麻烦了，就害我经验值全部一扫而空了。那这样以后要我怎么附魔啊？真太可恶了，不行，我叫我阻止这种坏事发生。哦，好，先希望可以平安到这里来了。哎呦，哦哦哦！哦不，还好刚好跳过去，不然我就一头栽下去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还好我跳过去，不然我就一头栽下去。欸，毛驴，毛驴又来了，毛驴，小毛驴你在哪？小毛驴，又露出你已经跳下去了。小毛驴，你不要吓我，你在哪里？小毛驴。哪？小毛驴呢？嗯？哎、欸、哦，谁在这里啦？你吓了我一大跳！你要是就这样跳下去，那我心血不就全白费了？好了，装一盆水。呜、哦，好紧张，好怕摔死。再多穿几盆，我真的好怕摔死。反正这边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来了吧？我是要我打死我也不要再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多穿一点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这绝对不够，还要再装几桶，再多装几桶，以防万一。我是怕死，我现在很非常的怕死哦。以前我是大胆查必斯，现在是非常怕死查必斯。好了 ，OK 了，应该都 OK 了。好了，小毛驴，我们要走了。拜托啊，我们就顺着水流而下就好了。顺着水流而下应该轻松多了。毛驴，毛驴，毛驴我来了。哦，在这里，来帮我们吃草。我是把水丢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哦，各位，我们要来了，我们要来了啊！哎，毛驴，毛驴直接摔下去了。哎，毛驴还在吗？哎、欸，毛驴还在、欸，你看毛驴还在、欸，哎、欸，毛驴还在，毛驴，我们下来了，哦，我们下来了，太感动了，我们下来了，哇、哦，这手又不想理他了啊，哦，毛驴欢迎来我去来这里，欢迎来到这世界，哦，太爽了，毛驴总算下来了，哦，傲娇毛驴，哦，好了，毛驴为了庆祝你来。欸、我刚才想说他应该直接摔死，没想到他直接，没想到他有跳进水里，太好了。不过我怎么觉得毛驴好像跑比较慢啊？没差啦，没差啦，我们就赶快骑着毛驴，这样总比自己步行还要快吧？毛驴好像真的跑得比较慢哦。没差了，没差了，没差了，哦，只要你能平安到这个世界上，我就开心了。欸，刚刚是你在叫吗？啊，毛驴在叫吗？你觉得叫声怪怪的？哎、欸，毛驴等我啊！
现在没有分时，对吧？啊，毛驴应该不会乱跑了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应该不会乱跑了。诶，跳过来。啊。耶、yeah, ，我又来啦，黑店老板。今天要来换这个，不是，我要换这个暴风之眼，这个暴风之眼比较有效。Oh yeah, baby。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换啊？都已经特地带东西过来了。什么？屁股啦，好吧，算了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有浪费的本钱，所以换了，全部算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再怎么样不能太浪费，我们试射一发吧。好有侵略性。好了，毛驴，我们走吧，回家喽，回家喽，毛驴。哎，不过到这个时间看来，没有，我在想什么？我还在想说，刚才再去进行今天真的要做的事啊。毛驴好像真的跑没有马快，真是的。哦，痛死我了。反正毛驴有亲自下来，我就开心了嘛。这比什么都还让我开心啊。还好毛驴有跳进水里，我还想说，我毛驴一用下来，毛驴就直接岔塞，那我还用屁啊？你就白用了。虽然毛驴跑比较慢，不过还算可以啊。太爽了，太爽了！黄歪歪乐翻天哦！你的毛驴啊，我毛驴啊，我好爱你。你是我的马儿，走了之后剩下唯一来陪我的坐骑了。我来帮取个名字好了，叫你超强运查屁师。好，就决定了，就是之前我非常喜欢讲的名字，所以就叫你强运查屁师三号。我记得你应该是我长篇大作的第三个那个不行东西吧？不是，什么应该是？好，就叫你强运查屁师就好了。强运查屁师，我们回家了。对了，那个毛驴应该跳得过去吧？呀，好吧，你们进不去，哪天想你还挺傲娇的，这也进不去，真的假的？喂，不要闹了，我们快到那个 GG 了，你太瞎了哦。是，帮你开个口让你进去好不好？太好了。想让你进来了。小马儿，你有伴侣哦。好了，小毛驴，这里就是你家了。哦，你的新家。好了，快把这些公布前面，到了高就给我走进来了，不然我还玩屁了。不好了，今天僵尸在叫还是毛驴在叫啊？你知道小毛驴你花了我多少心思才你回家的吗？你这次绝对不能再偷跑了，而且你背上还有挂一个那个背包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把一些东西吃的寄放在你这里哦。这不重要啦，我什么做胡萝卜的啦？好，胡萝卜就跟马铃薯冻在一起好了。不过你就看马铃薯乖乖成长，你们长多一点，我再帮你们种。吵死，有够吵的，你一定要在这种节骨眼让我烦恼吗？太帅了，太帅了，暴风之眼太帅了，我想给你了，不是，那个啊，我们就先把东西丢一丢吧。哇，今天今天为了洗小毛驴，真是让我辛苦死了。我一切辛苦都值得啊！来，一组的小粘土，小粘土就在哪里比较好？我以后带食物上来，这个就当装废物好了。来，小粘土放在这里，乌贼放在这里，在这里，马铃薯就在这里，巧克力布也就在这里。南瓜还是没有长出来，南瓜还没有长出来就算了。
我要其他东西乱丢在箱子里就好了啦，什么东西嘛，学也先丢着，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，我还没有做那个东西啊，不过也丢在这里啊，东西不重要了。哎，绿宝石刚才放好了。临时石膏丢在这里。哎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个烧，哎，铁矿烧好了，这边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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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啊？怎么会放在这种地方啊？哎，我现在就把箱子都整理好，那以后要找东西才不会乱七八糟。如果也是药水，铁锭 ，OK， 好，我们下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就，我们成就应该已经完成一大半了吧？哎，我们成就应该加牧场、农场、观景台。都做了，厨房是做了，就这个围墙做了，喷水池做了，雪人下棋退做，二十只僵尸早就击杀了，空变者也杀了，蜘蛛杀了，狐狸怕杀了，中介使者应该也杀了啊，僵尸猪还没有，烈焰石还没有，地狱幽灵还没有，地狱幽灵有啦，有杀过了啦，凋零骷髅有杀了，史莱姆杀了，地狱史莱姆有杀了，洞穴蜘蛛还没有，高压魂判没有，二十五只渡鱼没有，应该有吧，差不多啦，女巫没有，神师位。三种神师位哦，神师位是我们下集要去找的东西，不然下集要去找的东西。三只吊灵有了，松剑龙有了，收集方面一组煤当然有啊，铁锭有啊，金锭有啊，红石有啊，青金石、金海打错金有了啦，绿宝石也有了啦。说一组地狱、哦、我们没有中，一组粘土，一箱荧光石，一小箱太多了，八种熔炉目前只有三种，然后烽火台不知道还没有，地狱没了。还没有，中介都会有啊，钻石砖有了，蘑菇鸟还没有，铁巨人还没有，神秘生块砖也，有，神秘生块砖有了，四大神器目前只找了两个，好像巨石树有了，或者特别惊喜不知道，贡献凋零地牢有，烧掉柴烧船有，跟村民交易十次有，擦亮整座大陆，不行，我们那还很遥远，那是最遥远的目标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候就先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